老板，你说那个是什么果？40，40果啊！40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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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0果
你不聊。五点啦。没有，强子看见那个台灯，那不是二鬼讲吗？是啊，我说。还有这个什么？怎么弄那个？我帮你削，是这样削的，可以直接吃的，不用削。你那直接可以吃了。其实连皮吃很脆的。对，啊，不削皮也可以，连皮吃很脆，不削皮吗？可以可以直接吃。对，你不要以为这个东西还要回去泡石灰啊，不用泡的。哦，这个直接梗就可以了，直接干就完了。我跟你们说，等一下给你们拿一点回去，但是胃寒的人不要吃哦。像我也不能吃，像他这种宝妈就不能吃啦。嚼不嚼？脆的，涩不涩？肯定很脆啊，不涩，嚼不嚼？就像吃那个雪梨的那个皮，就是啊，我就说你那个皮子，一样的味道嘛。还想起以前吗？对，我跟你说，你看你们就直接梗了。这个是比较轻的，这个都不会涩。以前我们摘来放在那田里面去了。就我经常就是大伯以前这个地方大伯种了一棵柿子嘛，啊，然后旁边那就是田嘛，然后就一摘那么大一个开始摘了，摘了然后塞到田里面用泥巴一裹。其实你看嘛，它这样削皮就看得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它没有。你看这个皮很脆的，你看这样削。对，你看那有多薄？你看。它的皮薄啊。好薄的。很薄的皮。嗯，来，是吧？而且我跟你说，就是你削了之后，你放在这里啊，你比方说你放在这里，几个小时，它都不会变颜色，它证明它是没有涩味，它没有姜啊，就直接可以吃了。这个东西，等一下我拿回去拿一点回去给你，你必须不能放冰箱吧？不能放冰箱。对，它不是柿饼要放冰箱。这个嘎刨来刨一下。嘎刨。对嘎刨。这个快一点哦。是啊。哦，你看。哎，你看这个皮，就像小土豆一样。小土豆，叫马铃薯啊，马铃薯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柿子。是吧？这次对了哦。你叫强子说，强子就可以还那个一点。柿子果，我都被他带偏了，我都不说他带偏我了。反正你们都是一个村的。那应该叫阿荣来说，阿荣就不会那样哦。阿荣说给他说，对不对？是十个。男二号说他就不会，因为他那边不是说撞的。讲中了哦。哎，男一号没来吗？男一号在家。男一号守村。要留一个人在家的吗？我们怎么进村喝粥了吧？早就期待着了。国庆看一下有没有时间。不是，我就吃这个吧。哎，对呀，他也不叫人家员工吃哦，真是的。就是啊，你们菜狗都不叫我吃这个，还送到后面去。我去广东就去啊。你要去广东吗？有点想去看一下海，带小孩子去广东有海吗？有啊。那深圳珠海那边没有海吗？那不是，茂名那个海滩是中国第一滩不？对啊，比北海银滩还要那个的不？呀，湛江嘞，我都想湛江那边，还可以去挖那些螺嘞。想去了，你又不能游泳，我可以看的。要不我们一起去呗？没有，我们国二再去好不好？国二再去，国一留在家是吗？国二我要去医院。啊，有什么常用？国三再去好不好？二哥说，你想一下看国以前是怎么样的？我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国庆他不是高速路免费嘛，对吧？咱们能省点。不是他，你那个去医院可以移到后面去的。意思哦。那不是。回来我们再去。到时候不是国庆去，等下国五六才到那里，就麻烦了。也是哦。不是的，过去不堵的，回来就堵。国庆的那一天可能会堵，因为那一天第一天出行，对不对？晚上出发。对，那天可能会堵。现在只是预算，不一定的，预算中。对。嗯。这个很舒服。哎，我在这里都听到你们嘎吱嘎吱的在响。天哪！你看了，昨天听他们吃那个螃蟹，咔嚓咔嚓，
他那个葡萄好甜的，还有鸡爪呀，这个美女做的，自己做的。这个估计你们也吃过。那个牙签，你想怎么样？你想打包啊？哦，他要打包的时候我都吃不完了。你就明目张胆的说我要打包，不是吗？谁问着你们吃不吃得完嘛？是不是？可以喝，可以喝啊！你说开始，开始，哈哈哈哈哈！开始，有一盒就不要先动那个，动这个。你起还是看，真的他这个有才，绝对能弄。我稳，对没？我稳就稳得住了个，嗯。哟，这么厉害！我都稳得住，对啊。嗯，都是海带好的。你把试试吃哪一天？嗯，这个。我乐乐一下子可以吃那个盒子的半盒。你可以吃一点海带啊。嗯，可以吃的。鸡爪可以吃。可以的，就是这种不，但是酸的少吃一点。还好我来的正巧，刚刚一过来就得吃。一定要关门起来。我们也刚刚从我们娘家回来，刚好。我还以为你们还没回来呢。回来了。刚回了半个小时。我回来，我看到车了，我就直接过来了。那你就直接进来不就行吗？又不用锁门的这里。啊，不知道我们锁没锁啊？你不能跟他说我们没锁啊。只是今天没有锁，你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三更半夜我就来这里了哦。其实昨天我都一直都没有锁过门的。你们可以那个的，可以在这里睡的。早知道昨晚上拿席子过来这里了。对啊，我们打地铺的。嗯。哎呦，我看了我也想吃了，口水都流。二嫂，你等一下去啊！等一下拿二号打包回家了。没事嘛，给我们经常有的吃嘛，给一盒。这个真的好吃。不是，下次我们带阿妹进村做给你们吃。是啊，下次我做给你们吃。嗯。我们说笑的，不打包的。你们早点进村的哦。有你到底说认真还是说笑的？说笑的，不打包的。不带那么认真的开玩笑啊！好的吧？连盐打包，这味道可以。这个味道好。不行啊！我说连盐一起打包。主要是。应该打包这个。主要这个味道的，不是那种很浓的。嗯，对，有些它那味道很浓。因为我没有放蚝油，我都没放。对，人家放的料多。我跟你说，在古亭山市场，他卖完了，人家才卖。只有等他卖完了，人家才有人卖的份。但是我去帮他打包装卖东西，哇塞，那个手都不停的忙忙的忙。筷子才行。聊去哪来？主要这个皮。又脆哦。又脆。脆，像这个柿子这么脆。试试。来，二哥哥来给你们分奶喝了啊。有好东西，不拍了。哎呦。看来呀，要多跑一下。这包是我的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样的尴尬了，我。然后眼巴巴的看着那些人吃东西，眼睛都快掉出来了。他说这包是我的了，我。二哥跟你们分干奶啊。这里还有。那要不谁喝这个？喝这个。我喝这个就可以了。啊？喝完你们吃鸡爪，然后还有啊。好，吃完你们就可以回家了啊！我要查我的鸡鸭的主意吧。我早就打了主意，我告诉你。我先发视频。好了，干你干活也干活了啊。哎，该干活就干活去了，干完活吃完也该回家了啊。干完视频就回去吧。太坏。哎，等下那个搞完视频，今天晚上回去是不是认真的？嗯。是吧？对吧？那回去得要装一点柿子给你。没有，不用的。人家明哥都说了，我不是为了你这个，我是为了你的鸡鸭鹅。那我要吃不了。OK 啦，那咱们就让老肥他们做视频，我也做个视频吧，就先这样子啦。我又来蹭吃蹭喝的，蹭网络。讲这种啊。我们在吃，随便吃那个鸡爪，随便吃，没事的，对不对？吃完。吃完为止，鹅鸡鸭鹅不知道，先吃饱这里先了啊！先吃饱这里再说，等一下再说嘛。你要定嘛，真正到晚上的时候还是会杀的。万一他要改变主意呢？不改变主意了。好了，然后呢，刚好啊，今天老肥他们也过来了，然后顺便在这里
大家聊一下，聚一下啊。这个柿子呢，再晚一点打包一点给他们吃啊，很脆的这个柿子啊。如果有喜欢柿子的朋友，吃这个脆柿的朋友啊，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链接啊，或者我们的橱窗啊，下单购买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拜拜，好嘞，马上来啊！